这样的话外贸就热就白了，直接他们那些外贸过来。因为我爸有一些流量，我就经常坐在这个炕上。他们都是我一直在等。哎，你看这两个车还有点不一样哎。5月12号会上生日。你看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怎么跟这个挨着？这个没挨着，就是有点小瑕疵吗？